佢只是有其他责任来请耶稣。基督山讲本耶稣的，有加利利亚人和受等通物拜等上帝，初耶稣的最太高同行的时节，本比拉多含气的人杀死。听到这样，耶稣都应基督山。你们都基督加利利亚人，不一定杀死多像安样，人比伊做过多嘴，比撇着加利利亚人哈。爱讲你的唔咩黑样，黑讲你条啥唔会改变，甲唔会飞改。你条隆重人的生命，要被抢给条定十四个人。也是你们多给十八十人，本给我黑不杂事，全是罗咩地方错耶路撒冷咩？加吹个多比撇着耶路撒冷人哈。爱讲你的唔咩黑样。喺讲你条啥，唔会改变，甲唔会飞改。你条隆重人的生命，要被抢，给条本不杂事的人。过后，耶稣讲了一条比喻：有一三人，初结葡萄园边，佮有种一条阿拉树。李家人都去结葡萄园边，爱摘个阿拉树的果子，但系个阿拉树冇大事。过后里家人都对加大利葡萄园的人讲：有三年呢，我来爱摘了阿拉树的果子，但系里条树冇大事。你摘黑伊，因为伊生到初芽葡萄园边也等于人。但系大利嘅葡萄园的人对加条家讲：条家等于生个一年啦，初结树条下，我会定定人人改加来。各位分别到皮了去，有可能下年伊都被打死的。迄讲伊还冇打死，爱买站迄伊抢你爱耶。有一日休息日的日子，耶稣教徒初耶稣的人来飞堂巷，初个飞堂巷有一只番婆人，呢只番婆人十八年呢不平，认为到有魔鬼初个门神度。其变苦败，唔晓起等七七。看到李泽翻婆人的时节，耶稣都喊其，各位去办其，甲对其讲：伯咩，你偏好诶？当场几泽翻婆人都晓起等七七诶。其见感谢上帝，各位见讲上帝安厉害。隔壁飞堂的阿头看到几隆重事情，其都暗压。因为到耶稣二号人初休息日的日子，各位基督对隔壁的安多人讲：要六日后做人上社，初计六日，你到啥要何来？二号你到啥片？但系莫初休息日的日子，耶稣都应记：你到啥出系加号人的人？初休息日。你到啥？没用六年牛，隔年马带鱼去吸水哈。厉害，错里边有一只番婆人，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。十八年呢，伊本莫归头，拖拖等。错了休息年，爱听错也爱用六鱼。听到黑娘给到反对耶稣的人都变暗笑哩，但系初个比也有按多年按欢喜，看到耶稣做出的厉害法。